是希望大家一起来爱护自己的眼睛，然后可以减少这些视力问题还有身体的疾病。我们先调查了近视跟低头族的人口数据，然后我们发现这些人大部分都会有颈椎病跟视力不良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发起了这个活动。我们会进行入班宣导跟画四个漫画，另外我们还有提供爱眼的方法，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。就感觉有点挫折，但是经过一些努力之后就觉得很有成就感，勇敢去做然后就可以得到。我觉得很开心啊，帮助到很多人啊。现在的小朋友都很棒。那你会参加这个行动吗？会啊，眼睛真的很重要。今天很开心，希望大家都可以继续爱护眼睛，希望大家能够确实的做好这些动作。我希望同学们可以继续的做好那个爱眼操和保护眼睛的行动。好多。